来来来，这都是小爸爸。那二黑怎么那么怂啊？你怎么跟马肚子那么英勇啊？我们的猫比我们的人性好。哎，官复都督，有物为证。我们今天对一个词儿呢特别有兴趣，叫治愈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心理疾病。那么你们怎么治愈呢？就是半夜去了深夜食堂。本节目就是你们精神上的深夜食堂。去深夜食堂没什么好处啊，就半夜吃饭呢对身体有害无益。但是到了官府都督这个深夜食堂是有益无害，所以以后半夜心里过不去了，点击官府都督，自个儿给自个儿做一广告。我们今天先看一东西，来天香，天香，嗯，你先治愈，你也有心理问题，我也有啊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炉子。炉子，对，手炉啊，大手炉。为什么我们说治愈就先拿一手炉呢？你知道过去啊，这屋里没有取暖设备，尤其江南地区，它这里头置于红炭，置于红炭取暖。我们有一句俗语，你们是没听过啊，现在也没人说，叫良言一句三冬暖。下面这句叫恶语伤人六月寒。这个是出自《增广贤文》，过去那俗词儿一大堆啊，全是这里的。那么这个心中暖这种感觉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治愈的感觉。你看我们那猫没有？我们那猫刚才在自个儿趴在那个佛像面前治愈半天了，这治愈好了，开始伸懒腰了。哎呀，心里觉得能过去了。它怎么治愈的呢？它自我治愈啊，人得有自我疗伤的能力。这种手炉呢在中国的明朝末年非常流行，清代呢大量的都是中期以后都是白铜的，这种红铜的垂叠的上面带有明确的山水图案的，这都是明朝晚期的。严格说啊，咱就搁上头，严格说这上面的画面我刚才看了看，基本都是治愈图。这呢一人拿这个扇子吧，坐在树底下，看没有，这边也是看山看水，看山看水就是治愈嘛。文人寄情于山水，你回去坐着吧，我也坐着。文人寄情于山水，其实就是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。我们怎么解决心理问题呢？就奔了半夜食堂，深夜食堂啊，深夜食堂。深夜食堂，这个我看那个网上的评分不是太好，是吧？是创这个豆瓣评分的历史新低啊，因为是黄磊演的，我跟黄磊还算很熟，我就调出来一集看看。我一看呢，我得先肯定黄磊，黄磊的表演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形式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他这深夜食堂他必须照抄日本啊，至于人家怎么签的约怎么改的编咱都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，他这种 U 型的做法，老板站在这 U 型的中间，周圈啊，马蹄铁似的这种做法呢，是日本人的方式，而中国人不是，所以中国人就不适应。你吃中国菜，他没有这么吃的。中国人，别看中国人特别不在意别人的隐私，中国人特别在意自个儿的隐私，所以都是一桌一桌的去吃饭。别人一凑过来就紧张，那哥们干嘛？听我说什么呢？啊，就这态度。由于这个深夜食堂这个播出的这种各种评论很多，正面负面的，所以大家现在对治愈这件事儿特别感兴趣。黄磊老师当年在您的一部算是治愈剧的鼻祖《海马歌舞厅》里好像还出演过一个角儿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他当时呢是在这个《海马歌舞厅》里出演了一个好像误伤一个人，是误杀一个人的小年轻啊，心里的这个问题过不去。说起来当年这个黄磊是小年轻的时候是小鲜肉，现在叫黄磊大叔呢，是给别人治愈。当年他是求治愈，
那么他就求他心里的这疙瘩怎么解开，因为是失手杀了人了嘛，所以他要了结这心里的这疙瘩呢，就跟这个陈小艺演的这田春就倾诉啊，倾诉最后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看他爸爸，他捧着妈妈的相片在哭，他请妈妈原谅，原谅他对我的训斥。后来我就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不光我需要妈妈，爸爸也需要他。我这个回忆这事儿啊，这事儿已经有27、28年了吧，那时候实际上这个还不是治愈系的鼻祖，网上虽然这么说啊，其实这个治愈系的鼻祖呢还是这个编辑部的故事。编辑部故事当时虚拟了一个杂志的名字叫人间指南，你像人间指南这四个字就是治愈嘛，鸡汤文感觉是、对，全是鸡汤，那是一锅子鸡汤，但是那时候那鸡汤是真鸡汤，现在这鸡汤不是鸡汤，是鸡精汤啊，鸡精汤拿鸡精配的啊，光有味儿没营养。想来想去啊，从编辑部故事拍到现在有30年了，30年来我觉得人们的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问题，都是处在这一个时代，对这个时代的变迁，对时代的节奏啊，对时代这个发生的问题自我不能够很好的去处理或解释，所以就结下心中的疾患。我们当时如果要真有一本人间指南要干到今天，我想是中国最火的一本杂志，对不对？你人生有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嘛。编辑部故事拍完了啊，这种形式大家肯定了，然后我们就决定拍这个戏。那么当时为什么要拍一个海马歌舞厅呢？因为那歌厅是我办的，我呢当年被人撺掇的啊，我那时候有俩小钱儿啊，干不了大事儿但能干小事儿，对吧？我那朋友就说，哎，咱呢看歌厅挣钱。为什么看歌厅挣钱？当年啊，改革开放开始以后，大量的这个那时候叫国外思潮涌进来了。什么思潮呢？无非就唱俩歌啊。那时候歌厅刚开始有，你到哪歌厅都排队进不去。那时候到歌厅去还有一问题呢，先买票，你进门买票才能进去，你里头消费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保留当时海马歌厅的那个票呢，那票上写的特清楚，多少钱一张，然后进去以后管一杯可乐或者橙汁或者啤酒，你只能选一个，喝完拉倒。我妈那时候假装聪明说做一个市场调查，然后就去各个歌厅看，因为每歌厅到门口都买票，都人满为患，所以想我们能挣多少钱呢？这太容易算出来了哈。先数椅子，这屋能摆150把椅子，假设每天晚上这椅子上都坐着是人，你算150乘门票啊，这钱不就来了吗？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他还得喝吧，说怎么能让他多喝啊，就是隔一会儿关一会儿空调啊，这屋里一热他就买东西啊。我告诉你开歌厅的没好人，你记住了啊。然后呢这个上的小吃啊都得拿盐重新杀一遍啊，让它咸一点，他得多喝呀，因为你是靠饮料赚钱嘛。然后就开始选了一址，这址离我们家特近。为什么离我们家近呢？就是因为我只认得我们家附近的这点地儿。来的人呢各色人等，所以你看到了所有人，这社会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人跑到歌厅来消费啊。一开始我认为开歌厅这我们算好的赚的钱啊，一个椅子赚多少钱，他首先他不一定都坐满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来的人不一定给钱。现在你到哪儿消费就是朋友，你以不给钱为耻，当年的人是以不给钱为荣，一进来就说，哎，这老板我认识啊，今儿就请客了。谁请客啊？他拿嘴巴让老板请客啊。我有时候晚上一进去啊，到门口转一转啊，手搭灵棚这么一看，里头人全认的，完了今儿晚上没钱啊，谁也不给钱，不给钱就不给钱吧，还有人要拿东西。我那比较好的朋友都这么说话，说，哎，今儿晚上玩的还不错啊，走时候有什么能带的。我说这歌厅能有什么可带的？
他说顶多就是饮料啊，说饮料那得给装两箱吧。好，他玩一宿还装两箱饮料走，一分钱都不给。这种人很多。那您这歌厅最后挣着钱了吗？挣不着钱，还有这样的呢。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有一人，我历史上可能在什么情况下跟他见过一面，我就恨我自个儿凭什么以前跟他见过一面。他招了一帮子人在那儿消费，消费完了以后，有一个人都挺生的嘛，有个人起来要付费，他摁着那人胳膊说，哎，不要花钱，不要花钱，我跟老板很熟的。天下有这么无耻的人吗？我当时都想，我自个儿的心理病谁给我治愈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这开这个歌厅啊，什么都是花钱的。我当年整整扔了43万块钱，啊，那是1990年。我当年这钱啊，这钱43万块钱，如果当年在这个北京啊买四合院，我告诉你，1万块钱就买一四合院，2万块钱买一大院子。我当年把这钱全买了四合院，我今天北京首富啊，全国首富不敢当。结果呢，赔钱了。就是心里啊，这个想起这事儿吧，凹头啊，北京话凹头，凹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，什么意思呢？是有自责、后悔。你们俩能安静会儿吗？啊，自责、后悔、惋惜，各种复杂情绪于一身，这词儿叫凹头，北京一土话。这一凹头呢，我就跟王硕我说，咱俩走出去。我这走出去啊，我们俩就伏在这个路边啊，路边都是国槐，国槐是开花没味儿的，洋槐开花特别香，国槐开花啊，春夏之际，他出来就点烟，我不抽烟呀、啊，我一扶那树，哗啦哗啦就掉那个小花瓣，白白的，唰，就是你那时候心里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凄然呐、啊，赔钱，然后我说这是肯定赔了。我们这个完败，你知道什么叫完败吗？完败是一个围棋的术语，就是你跟一个人下棋，你从走第一步棋你就没机会赢啊，这叫完败。你比如打篮球，说这一场是完败，就是从第一个球起你就没赢过啊。如果说你第一节输了，第二节你赢了，第三节你又输了，最后你输了，你都不算完败，就是你还有机会翻盘。我说这肯定完败了，怎么办呢？后来王硕就说拍个戏可能行。哎，我们就觉得这有戏，因为海马歌舞厅啊，当时那歌舞厅就叫海马歌舞厅。海马歌舞厅当时依附于海马创作室啊，为什么要叫海马呢？是因为当时创作室没女的，海马是雄性生殖，所以起名的是，当时我记得特清楚。然后我们就决定拍这个戏，反正就当时你今天看所有的大腕，你在那里全扒拉得出来啊！你看那个于谦啊，这个于谦原来演过戏，小鲜肉时候演一个醉酒啊，那个据说是他经典的段子。你看他现在都是相声大腕了吧？当年也都是小鲜肉，对吧？所以中国有点名气的演员，那个时代的人都演过海马歌舞厅啊，包括姜文什么都去过。那么海马歌舞厅比编辑部故事好，就好在海马歌舞厅呢，它的场所比编辑部更加复杂，它三教九流都会来。你比如罪犯啊，罪犯一般不会到编辑部里去求助嘛，所以这个海马歌舞厅的这个场所的限定对这个剧情呢是有推进的。会玩吗？怎么着？看着。没有，到处拉钱去。拉钱的时候呢，我记得特清楚，第一个拉到大钱的呢，我都忘了是谁联系的了哈，是烟台北极星钟。你知道中国人是这样，计时的东西是分得很清楚的，戴在身上的叫表啊，落地呢个儿大的，到点就出声的那叫钟。这钟啊，北极星啊，北极星当时有钱，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 CCTV 的新闻的那
倒数那五秒钟全是北极星，大大大大大，新闻联播开始，他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他跟我们说呢，他说，哎，这个好办，说你们能不能一开始门口搁一个我们的北极星的钟，那钟这么老的个儿呢，这么老的个儿呢，啊，这么啊。我们导演追求艺术啊，导演说这不行，说这门口搁一钟，哪有歌厅门口搁一大钟的。我说你那歌厅那景搭了吗？他说没搭呢。我说你把景搭大点，留块地儿把它搁上不就完了吗？你们今天啊，你们今天倒回那片子，你到网上搜出来，你去看啊，一进门就一大北极星大钟啊，搁在那儿，搁那儿以后呢，我们在那吃饭呢，就说说您这个准备投多少钱啊？他说这个100万。那时候100万就跟今天听着1亿差不多，说哇这钱很多呀，但是大家都强装镇定，说我、哦、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，100万那时候其实那心脏都跳嗓子眼上了，但是得绷着呀，因为这里这个我是比较能绷着的，我这个见过的坏人多，所以我才绷得住啊。结果这个说那您这个投资需要什么回报啊？那个人啊，山东人，烟台山东人，厚道，从孔夫子开始就厚道。山东人说我投资啊，投资是投资，你这投资要什么回报？我投资，我一下就明白过来了，我就踢底下所有人，我当时底下一个扫堂腿把底下人全踢了。我说你投资好，境界高啊，他这投资是不要回报的，就是白给的，他管把钱给你，把这个北极星钟搁这儿，这就算完毕了，叫植入性广告。那时候没这词儿，根本就没有，谁也不懂。然后呢，这个，然后你这个能不能，哎，你们俩，哎，你们俩友好点啊。然后，哎，他都哼哼了，他不会打起来吧？过来，你把他给弄出去，你把他弄出去，他都哼哼了。他都哼哼了，呜呜的了。这个我说哪儿了？嗯，投资，投资，我、哦、投资啊。从那以后，所有谈判的人都得讲投资。我们上来就说你投资不投资啊？这投资的这个定义被我们彻底给改了。然后有北京当时有一特有名的这个冰激凌叫八喜，八喜冰激凌，这我记得特清楚，是梁天拉来的，说。你投多少钱呢？八喜冰激凌说，30万，30万也不少了，那时候30万刚，你想能买15个大四合院了啊。然后说条件是什么呢？歌厅得吃冰激凌。你们现在看那戏里，那谁上歌厅进门就点一冰激凌啊？有人进来说先来5个八喜，这比较生硬啊。结果这八喜冰激凌呢，当年还有家庭装，我第一回知道这冰激凌有家庭装，这么大一桶一桶的，随便吃，每个人吃的厕所排队，你知道吗？这那年轻力壮，一个人吃一家庭装，这么老大，吃，这个吃完以后呢，上戏，我们也得对得起人家，虽然人没过分的要求，但我们。拿人家钱得给人干事儿，所以就那么着把海马歌舞厅就拍出来了。所以福祸相倚，这古人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福祸相倚，如果你生活中不能自我去判断啊，你这个福祸之间的这个关系，你有时候真不知道你那祸其实就是未来的福。你比如我们这赔钱就是一祸嘛，最后这个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可能。你赚钱以后，你想想海马歌舞厅播出都25年以上了吧，到现在还有人去提这件事儿，那可见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效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必计较一成一池的一个得失。现在的人比过去不是更需要治愈，而是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脆弱，其实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时代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了？我们今天的时代节奏快，节奏快呢就显得压力大啊。然后今天呢，社会又给你定了很多标准啊，比如标准什么叫成功。我们今天的成功学啊，就比较误导人的，就是以金钱成功为第一标准。所以你看到今天社会上最成功者基本上都是有钱的，
啊，都是大财主啊，不是首富就是二富，这不是二富也得挤进什么100强、200强、500强，你不挤进去，他认为你就不是成功。所以这个标准定的太高啊，咱就按500强，按5000强算上，中国有5000个强人，你想挤进去也困难之极。我觉得人的成功实际上是先评估自己，后评估社会。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先评估社会，觉得哎，那这人有什么呀？这真瞅他那样子，长那样子，怎么都发财了？我怎么就发不了财了？他都是先评估别人。你要想发财，你先评估自己，你觉得自个儿哪儿不成，而不是哪儿成。评估自己，不要说哎，我特成，我这胳膊比他粗，那有啥用？我个儿比他高，那有啥用啊？你说我那脑袋切开比他花实，那也没有用啊，对吧？你得先说我自个儿哪儿不成。你比如说我这人啊。脸皮薄啊，脸皮薄，什么事儿不敢上去说。脸皮薄在当今社会是个致命的缺陷，对不对？你走上这个社会，你脸皮薄，人家不知道啊，啊，你有话你到嘴边说不出口，你不说人家永远不知道，你得厚着脸皮。人呀，一定要把自个儿这个脸皮变得厚一点，就是所谓的钝感力，对吧？我们老说敏感，敏感，这人很敏感。你人钝感比敏感好。你比如领导批评一句，批评一句，哎，就我确实错了，我错了以后，我这个，我以后改，对不对？我以后改，我以后这个把这个事儿记在心里。一个人不接受批评，永远不会成长，啊，惩戒是这个社会进步的最好的一个方法，而不是引导。你引导没有用，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没有用，我告诉你不该怎么做最有用。我们。下面啊，再看看第二件文物。我们说了，每次都给两件文物，给一件文物你们不过瘾。过去给一件文物还嫌我们展示的时间不够长，以后让你们看足啊。我们先把这个漂亮的明朝手炉收起来，哎，撤去。来，姚老师给我们上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心里很期盼，都是装的啊。其实我都知道它是什么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二件文物。里头四个都拿出来让你们看看，你们还不过瘾，你看你这个好奇劲儿，来搁在这儿。嗯，你们知道这铃铛是拴在什么上的吗？不是门铃吗？这是过去拴在马身上的。你们听听啊，你们把我想成马啊，就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，颠荡着走。这是我们先说这个东西本身，这是辽代的啊。辽代呢，我们游牧民族的一支契丹啊，他对马上的所有的事物都特别在意。这个只不过好几个都裂了啊，如果没有裂，声音会很好。这个铃铛最初的状态是鎏金的，上面有细碎的纹饰啊，纹饰很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有什么？这是好像是花卉啊，花卉啊。我们为什么把一个铃铛拿来呢？铃铛跟治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坐下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铃铛和治愈啊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有一句话叫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”，大部分人说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”。我先纠正你们一个说法啊，这个“解铃”和“系铃”呢，是指拿绳子把它系在上头，然后你再把它解开。凡是这个动作，比如系鞋扣啊，系鞋带啊，系扣子，这个动作都念系，剩下全念系啊。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呢，这句话呢实际上是说我们心灵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自我治愈。你完全依靠别人是不行的，你自我一定要有调整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呢今天啊，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的内心强大起来，我们不要老做治愈的乙方，我们能不能做治愈的甲方啊？我现在是甲方，我给你们去解决这些问题。那么熟人之间、亲人之间也可以倾吐，但是现在的人更愿意跟生人去倾吐。生人呢是面对面也可以，比如酒吧啊，你这个没有一夜情也叫半夜情，是吧？弄到下半夜最后拜拜了，这叫半夜情。这个还有就是网上跟一个陌生人谈什么都能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那个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他内心的所有的话、所有的隐私、所有的埋藏心里的秘密啊，都会跟别人去倾吐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秘密，
都有不能跟亲人、不能跟熟人说的话，但是可以跟生人说。生人为什么你愿意说呢？你看那牧师啊，跟虔诚的教徒的关系就是生人。那牧师过去都是拉一帘子，在帘子那面听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，他就开始心里嘟嘟囔囔说：“我怎么着了？我怎么着了？我真的对不起我丈夫。那天我丈夫真是出门时间太长了，我一下没绷住，我跟了邻居了。哎，这事儿。”然后，牧师就说：“你这个事做得很好啊，啊。”他说：“怎么这还是一好事啊？就是我不是说你跟他那事儿好，是你跟我说这事儿好，你说出来的时候就过去了吗？那你这样吧，你多出去几天，让你丈夫。”给你的邻居，这事儿不就平了吗？我这是我胡说，你们千万别这么说啊！牧师从来没这么说过，因为我没听牧师说过。过去古人是这样，古人实在不行，就奔山里去了，干嘛呀？这古人没什么招啊，就是寄情于山水啊，把自个儿节奏放慢，慢慢想，慢慢想，慢慢想，就把自个儿给想通了。天下的事儿啊。人心里的事儿必须自我想通，你别指望别人帮你想通，别人帮你想通叫假通。怎么自我疗伤？一个人目空一切看45度远方，生活不仅有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我们下次见。